看哦，也可以试试看哦。比如说我已经下载 XML 了，接下来如果我希望解析出来，我希望存成 Excel 档，而且这个 Excel 档哦是希望长成这个样子，只要三个栏位，三个栏位其实就是一二三栏啦。OK， 啊，总共它有14栏，我不要那么多栏，我只要前三栏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呢，后面4到14都不要。OK， 哎，那这样的话呢要怎么做？哦，想想看啊，反正哦，基本上你会发现呢。下载资料爬虫哦，通常是这样啊，反正先把它爬下来，爬下来之后的话呢，再取你要的部分资料，你不可能全部都要嘛，栏数这么多，有的时候你资料进来之后，那取你要的资料，然后再做后续的统计分析，看你要做报表，那反正报表你需要哪些栏位你有就好了，有没有 ？OK 啊，所以要怎么剔除掉哦？哎，这个也是需要熟练的啦。那其中的话，我发现哦，最重要还是了解所谓的串列。有没有？你会发现呢，我们做来做去哦，最难的、最容易出错的，好像是串列部分。所以如果你串列部分概念清楚，我发现后面写程式就简单了哦。所以接下来的话，第一步哦，我们已经做完了什么资料下载了，而且已经把它存成 Excel 存成 XML 档，所以哦，第一步 OK 了。那第二步的话呢，我们来看哦，这个应该在第31页的地方，所以我刚刚讲31页的程式嘛。那其实哦，这个有点难啊，所以我直接把程式哦，就放在那个云端上面，你们直接参考着来做好了哦。我是把它放在第32页哈，所以哦，32页这边，这个是第一段步骤一，第二段的话是步骤二，哦，那步骤二的话呢哈，我就先把它下载，把它直接复制贴啊。当然我是建议啊，你贴完之后可以删掉部分资料，自己再练习过哦。然后呢，我需要做哪些地方，我直接呢在这边贴上。那其中的话呢，因为我刚刚讲过，就是我们会需要这个套件，这个套件名称叫做 XML 的 eTree 啦。那这个套件里面有非常多的模组，其中有一个模组就是叫做 Element Tree， 有没有？主要就用这一个啦。OK， 因为它其实哦，能够处理 XML 的相关的套件非常的多。那我再找了一下，其中这个 Element Tree 啊，刚好符合我们的需要。那 element tree 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叫做 pass， 这个 pass 的方法哦，它后面提供给它的参数必须要是一个档案，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要先把它存档，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如果用这个 pass 的方法，你就它必须要是一个档案哦，所以呢我们刚刚已经存好一个档案叫 uby， 有没有 uby 点 xml 嘛哈。那后面这边跟各位讲了哈 ，from 后面一般是接套件 ，import 后面的话通常是接，这个是套件，这个是模组。那一个套件里面哦有非常多个模组，所以我们就选择 element tree。那因为 element tree 名称太长了，所以呢我就把它缩短一下，叫 set 好了哦。所以哦它的名称就改成 et。所以以后呢我们用这个模组的时候一律叫 et， 所以后面叫 et 点 pass。主要是用 element tree 里面的 pass 方法 ，OK 哈、哦。啊，当然你想说，老师有没有其他的那个模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很多，网络上你 Google 一下，你会发现太多了。但是我发现哦，能用的没几个，哇，真的是花非常多时间的。因为解析 XML 的方法太多了，但是最终我发现哦，哇，很多模组哦，太复杂了吧？我光解决一个简单问题，既然我的语法要下非常多，那我觉得不 OK。所以哦，只要太复杂了，我把它去掉就好。最后发现哦，element tree 哈、哦、最简单，所以为什么会用这个啦？哈、哦，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简单，符合我的需求。那你想说，老师我可以用别的？可以，很花时间。我发现哦，其实 Python 哦，虽然它自由软体，但自由软体有个缺点，就是什么都免费，但是它就是不提供给你一个最好的选项。因为有点像是你去吃自助餐一样了，反正你自助餐的话，你总不会有个服务生说，哎，我，你还问服务生，哎，你可以推荐一下你们今天你们餐厅有没有最棒的餐点，可不可以跟我推荐一下？对，你总不可能去吃自助餐的时候还跟老板讲，哎，老板，你可以推荐一下哪些是好吃的？那你都不想理你吧？自助餐哪有人还要对不对哈？还跟你讲那么多，对不对？还跟你代位嘞。对不对哈？还跟你什么倒水的，想都别想，对不对哈？所以自由软体的好处哦，就是比较没有费用的问题，但是缺点的话啊，也就是在这里，你要自己服务自己了。
OK 好、哦，不过有的时候反而会是一个问题。哦，我今天我就是想要当大爷，我就是想要简单，那你还要叫我什么都要自己来，那感觉就扫兴了。对啊，那就不对了。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要看企业的需求啦，有些企业啊，反正像那种很大的像台积电这么大的公司啊，他现在就是要稳定，结果你跟他讲说自由软体，他想说我干嘛要，我一定要是我出了得起钱，反正我就是要最贵的，多少钱都没关系啊，我就要最贵最好的最有效率的，你通通拿来，你不要给我那种什么自由软体，我不是要省钱，我是要稳定的 stable 的，对不对？好 OK， 那这个时候当然可能你推荐给他这些东西就不一定是他要的啦。 OK 齁，好，所以呢这个可能思维上面还是要了解一下啦。好，当然因为目前这个很夯，而且其实说真的啊，它里面真的是有太多的资源，目前三十几万种这种外挂随便你挂，但问题来了，三十几万种你要花时间去踹，没有人，如果没有人告诉你哪一个最好的话，你可能要自己花时间，那如果你本身功力不够的人那怎么办，对啊，你就没有，像我们是自己还可以自己去找，自己去踹，自己去找一个方法，那如果你目前没这个能力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问题了。 OK 齁，所以至于那不过至少啦，你可以慢慢磨练，如果你哪一天可以做到这样子，以后呢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些外挂，自己产生你要的结果也 OK 齁。好，所以 pass， 然后把档案喂给他，那接下来就很简单哦。接下来的话呢，它里面有一个方法，就是 element tree pass 之后会产生一个 tree， 不过这个 tree 的话齁，其实呢在我们的那个刚刚的这个画面上，就是说用那个 XML editor 齁，其实它这个所谓的 tree 哈，在这边叫 object， 所以如果假设了哈，你假设要跟这边长一模一样的话，你可以换个名称，因为不同的地方哈都会有不同名称，你也许可以叫什么叫 object 可以，哎，不过这个 object 我不知道是保留字，或者叫 obj 好了，比如说叫 obj 好了，那如果 obj 我就不叫 tree 好了，叫 obj。好，那 obj 的话呢，就是 get root， 那 get root 前面的话呢哈。基本上呢，它在我们树状图里面的话，底下这一层叫什么？叫 table。所以呢，哈，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 table 有没有 get 回来？所以呢，我们 get 回来，意思说把这个 get root 得到的，其实就是这个 table 里面的所有东西了。那这个 table 里面呢，我只要把它如果要全部读出来的话，哦，我们底下呢，就可以哈，用 for 回圈呢 ，for each 的回圈 ，for each。那里面后面这个地方，其实我这边本来用 data 了，不过如果你要跟那个我们画这个上面一样的话，那这个叫 row， 所以其实你甚至可以把 data 哈改成 row， 那这一串这个回圈的叙述意思就 for each row， 也就是说每一行哦，在 table 里面每一行通通帮我把它抓回来的意思。 OK， 那抓回来要干嘛呢？所以哦，底下哦，但你可以改了，你如果假设你希望看到的这个结果哈，长得就是跟那个画面上一模一样的话，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对应关系哦，一个是 obj， 一个 table， 一个 row， 那这样你就知道了。以后的话，你贴上照着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其实为什么写这一段哦，基本上就是把东西抓回来。但是我要抓的话呢，其实没有要全部，我要前三个就好。那怎么前三个？基本上哈，如果你要抓第几个的话，你一样的方式，中括弧里面呢后面加索引值。所以呢，索引值如果是零的话，表示第一栏，那里面的资料叫点 test， 所以呢，把第一栏里面的资料抓回来，就是 row 中括弧零点 test， 那以此类推啦。那我要第二栏、第三栏，所以呢，基本上哈，我就是抓前三栏的资料，那当然三栏的资料，如果要存成 CSV， 我讲过用 format 格式化成什么？格式化成中间加逗点，后面加一个斜线。那这样不就是 CSV 基本上每一列的架构有没有逗点逗点逗点，然后换行，这样就 OK 了。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呢在最上面再加一个什么，加一个每这上面的那个栏位名称，因为它预设没有栏位名称嘛，所以 CSV 上面先串一个 S 等于它的栏位名称换行，然后就把XML 里面的资料先抓过来，然后抓第一栏、第二栏、第三栏，然后塞到后面，塞到后面。塞完之后的话呢，它最后做什么了？最后呢，我就把它存档。啊，存档的方法一样了。这边的话，我是再增加一个 FW 物件，哦 ，Open， 我名称叫做
ubuy.csv， 然后呢，一样把它 write。那 encoding 的话呢，因为哈、哦，我本来要把它存成 CSV， 存成那个 encoding 存 CP90， 不过后来发现哦，因为 UTF-8 有些编码方式 CP90 找不到对应，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存成 CP90。哦，你想说为什么不是多编码方式吗？主要原因是因为哈、哦、，UTF-8 是 Unicode 的一种编码形式，里面最少有6万多个位置。但是呢，如果 CP90， 我记得好像最多是10000多个位置，所以呢，你变成说，假如 Unicode 里面有的字哈、哦，在那个什么呢 CP90 就是 Big5 里面找不到对应，那会变成没有办法正确的转换。所以我刚好试过，好像 encoding 转成 CP90 会出错，所以怎么办？只能转成 UTF-8 了啦。OK。不过转成 UTF-8 有个问题啦，就是你那个 CSV 用一次打开会乱码，变成你要再重新再转，就比较麻烦。不过这个或许啦，所以哦，待会你们其实也可以练习看看，要不然就是直接干脆存成 Excel 看看会不会就没这个问题。只是说你要存成 Excel 的话，那就要复习上个礼拜有没有？哎 ，Pandas Data Frame 1、2、3个东西，那再 to Excel 就 OK 了。不过要怎么做哦？这个可能要想想看。OK， 啊，反正其实我觉得，我是希望说你要就是学会怎么做这件事情，比起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来的更重要。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然后知道很多理论，说你做不出来，这也是白搭的。所以我讲过那个像齐彪有一本 Pandas 的书籍，哇，这么厚一本，对不对哈？那里面全部都有，但问题你假如把它全部看完，你还是做不出来，那你有那一本书要干嘛？对，反而放在你家里书架哦，反而占空间，对哈、哦，所以最重要还是要实做 ，OK 哈、哦，所以可以想想看，啊，最后的话呢，把它存档啊 ，write 出去 close， 所以最后的话呢，理论上我是希望得到一个 ubuy.csv， 要把它存执行好了，啊，看一下有没有错，没有错误讯息，那呢再来看一下根目里下有没有这个 CSV，OK， 不过理论上打开应该是会是一个乱码了哈。哦，所以呢，我们理论上呢，用 Excel 打开会是乱码。那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还是要借由什么？借由就是转换，哎嘛，打开应该是乱，哎，唯独好了 ，OK， 这边乱码。所以一样的方式的哈、哦，我们按右键编辑，这个在情况在记事本就 OK 哈、哦，把它另存新档一下，然后你可能要再存成 ANSI， 这样打开的话，不过你会发现哦，它会显示出哦。因为它是 Unicode 的格式，那你转成 ANSI 就 Big5 哦，它会有一些字会变成问号，它找不到对应关系，哦，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啦，哦，哎，这个也是麻烦，编码方式目前也是无解啦，说真的你怎么解？只是说你要知道哦，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怎么讲？这个是应该编码方式的问题了啊、哦，这个就是你，不过我们先按确定好了，反正我们只是要看资料哈、哦，所以你把它确定之后再打开，那理论上唯独好了哈、哦，那这台电脑是有点问题 ，OK 啊，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三栏1、2、3，这样就 OK 了。好，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哈、哦，可以想想看，如果、哦、我要一劳永逸，干脆我把它存成 Excel， 只是存成 Excel， 那你就要参考上个礼拜讲的东西，有没有？那理论上哦，各位可以参考0601里面应该是第16页吧，我刚刚找一下上个礼拜的那个上个礼拜的范例吧，基本上这里16页这里有没有引用 Pandas 哦，存成 Excel。 那其他人哦，我会特别这边 mark 啦，主要就是以后你可以拿来当范本改一下，改得出来就 OK 了哦，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